这个八法手呢，就是由八个手法组成。比如说第一种手法是叫前扑手，这前扑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个手啊，一起就往前面跑打的，这样啊，还有呢就这样啊，这个动作呢，我们就叫做前扑手。另外第二个手法呢，叫后拆手，就这个动作这样的。这个呢叫后拆手。第三个手法呢叫上提下按手，是这样。这个动作呢叫上提下按手。下面一个第四个手呢，第四个手法呢叫外运手，这样。这叫外运手。还有呢叫内抱手。叫的内抱手，内抱手以后呢，就是叫离手，四脚的离手，这样。这是第六个了，第七个手呢，第七种手法呢，叫上脊捧风带手，这样。这个是脊分开来了，风带手是这样，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以后呢，现在是已经是七组动作了。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叫三盘进，是这样。这样啊，总的动作呢，其实这个一组动作，再加上一个起势，那就这一套动作呢，就是称为叫盘根。盘根呢，就是为什么叫八法手呢？就是由这个八个手的动作组成的，所以叫八法手。那么另外呢，就是所以呢，从这个盘根呢很有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我说了，历史很长啊，它至少是要跟我们这个形意拳怎么传下来的，它是同时传下来的，不是自己能变的。第二个，这动作呢非常古朴的，劲道呢是由内家拳的东西的，是由形意拳的劲道啊，还有呢太极拳的那个手法，还有呢八卦的韵味，这是八卦的韵味啊，所以呢这很厉害。这是另外呢，它的组织，它这个拳的编排呢，你看啊，都是很对称的。这个你看是助手的，接下来以后呢，它是右面的，两个面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呢，助手有手了，对吧？然这一组呢是上下的，这一组是上下的啊，这一组上下的。刚才我看的是上下的，你看。这个动作都是这样，一定是对称的。这跟我们的这个古人的那个中庸之道的中庸啊，很适应的啊。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你看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这还有特点呢，它都是你看都是腰胯的动作，都是腰胯的动作啊。这个你看这都是腰胯的动作啊。包括这个
这其实也是其实也是用药的，其实也是药里面的菌，块里面的菌跟积水都是很有关系的，因此呢，对身体很有好处，啊，所以呢，这套东西呢，其实是这样的特点。这个八发手的那个动作，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比那个其他东西比较复杂一点，都是用腰啊，用胯啊，对吧？还是有劲的，对吧？什么一起东西？那么为了把这个东西学好，所以呢，我们需要搞两个什么呢？一个需要热身一下，第二个啊，就是要搞一个。张弓啊，站桩的张弓啊，要搞这两个。那么我们先搞一个热身的，因为要转动，所以呢，我们要搞热身呢是这样，两个脚呢稍微比那个肩宽一点，比稍许比肩宽一点，然后这两个手呢是这样，一个手呢在这个手心里面，一个手呢在这个手心里面，两个手在里面，要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两个都是跟肺经有关系，对肺有好处的。那么放在这两边，放在这两边，人下蹲，这样看前面。然后呢，我就是因为要转了啊，就这样一点点慢慢的转，转到什么时候呢？转到这个肩膀跟这个脚尖要洗，这个肩膀呢跟这个。后跟脚尖一定要洗，这样好了，慢慢的过来。这是热身的东西啊，好，再这样慢慢的，就是这样。先向左，再向右，向左面四次，右面也是四次。每次练的时候，先要做一下热身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形意拳呢是。讲张弓的，张弓很多，在这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要搞一个叫三元张。那我也来示范一下，这个三元张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你刚才一样，脚跟这个差不多宽，或者稍微宽一点。第一个，第二，手是这样上来，手心向外，然后翻过来以后。这个手啊要圆的，骨盆要圆的啊，这个手呢还要很自然的叫这个啊上的啊，再看啊，再过来。现在我讲的是三元杖啊，好，然后人蹲下来，个人好像是坐在一个凳上，这个身体啊要搞得地面要垂直的，脚这个两个膝盖呢不能超过这个脚尖啊，不能超过脚尖。这样子了，那么头颈跟头顶呢要直的，不要太用力，这个肩膀呢就是要往下面沉的，胸呢是一个含胸的，腰呢一个肚子呢不能挺出来，要吸进去一点，这个样子。好，很关键的事情，这个手臂是圆的，这个脚不能出来。这个章叫三元章，这个章叫三元章，是形意拳里面有的，形意拳里面有的，这个三元章，一般的话，如果是你站的话，不要紧的，站的话，你就这样站5分钟到10分钟，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对我们练这个盘根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知道啊，收工的时候呢，就放下。就这样站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要练习一下的，要练习一下的。顺便的讲一下，在太极里面呢有一个章跟我们是一样差不多的，它是这个章，这个章呢叫浑元章，太极拳里面这个浑元章，跟我们的区别其实在哪里呢？其他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区别在这里，它是手心
朝里面的，我们的手心呢朝外面的，他的这个大拇指啊虎口啊是说向上的，我们是向下的，这个手臂呢它是伸的，我们手臂是捏过来的啊，就其他都一样啊，其他都一样，好吧，好，我给你看啊，就这样啊。各位学友，各位朋友，以前我们讲盘根的第一节，讲盘根的第一节呢，这个盘根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个预备的动作，这个预备动作呢我现在讲一下，两个脚比这个肩略宽一点，略宽一点，然后两个手就很自然的放在这个裤管的两边啊，两边人眼睛看前面啊，看前面，平时看前面，这个头感觉是很正的啊，颈也是很松的，这当然站好以后啊，站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换气，怎么换呢，先是把鼻子把气吸进去，应该吸得多一点，深一点，长一点，然后呢再通过嘴巴吐出去，3到4次吐好以后牙齿抿起来，嘴唇抿起来，那个舌头啊顶在上面，就碰到上面就可以了啊，这样的就这个一定要这样，这样以后呢就是下面开始呼吸呢就是用鼻子开始呼吸了啊，这鼻子开始呼吸了，这个呼吸的要求是要深，尽量多呼吸一点，时间要长，而且要均匀，不是一些短一些长，不是，一定要均匀啊，4个字细，不许啊，不要很粗的，要深长细，还有一个就是均匀啊，要4个字啊，4个字，这样就你就站一会儿，这个其实是一个章，是一个章功，这个章功呢叫无极章，无是没有的意思，极是太极的极，无极章，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代啊，世界啊刚刚开始的样子，是无影无章的，什么影像都没有，也是什么动作都没有，就这样，也可以称为叫自然章啊，这个是很要紧的，这个为什么要站这个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章对身体有好处啊，对身体有好处，因为你人安静了啊，这个思想可以叫你马上就集中起来，对吧，不要乱七八糟想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了，这第一，第二这个呼吸以后就是调整了啊，这样的呢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是一个用词，第二个用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练功以前是个很自然的状态，随便的状态，什么样子都可以，站了这个章以后就是由自然的状态进入到练功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开始练功了啊，就是通过这个一个阶段就开始练功了，这就是一个预备动作的作用，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可以强身，第二个作用可以什么呢，可以就是从自然的常态进入到练功的常态啊，现在我们做过这一期以后就开始我们要练功了，要练功的常态啊，这个啊，就这样再练下去，第一个设置就是我们有一个起势，还不是第一手啊，起始起来的起啊，那个姿势的始，起始是这样的啊，其实这样的，我们四个脚，我们一个脚两一两站一是一个两个脚有4个点在，这个4个点呢就是后跟是2个点，前面
脚的前面也是两个点，当中涌泉穴、涌泉穴不算，啊，空的，这四个点站得很牢。然后呢，我这个起势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个重心啊，有一点点前倾，前倾的往前，有一点点前倾，在前倾的同时呢，两个手就一点点上来，手心相对，啊，再上来，慢一点，慢一点啊，上来，上来，上来，到什么时候呢？到跟肩略微平一点，啊，打啊，那看到边平一点，平一点呢，手就翻过来，手心向上了。开始的时候手心这样的，现在到这个到肩平了以后呢，手心这样向上，向上以后呢，往里面勾，勾到胸口呢，这样五六寸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翻过来，往前面推出去。刚才是向上的，现在手心是向下了，反过来再往前面偷，到五六寸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放下去。这就是一个起势。然后开始，这起势会了，会了，我们再来一遍，好吧？起势再来一遍啊，看看啊，就这样。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吧，刚刚我没讲，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吧。开的辰光看看，有个几喜庆，上来辰光有个喜庆，脱下来翻好了以后，脱下来辰光呢，人有点后仰，仰到啥程度呢？人凌直，不是把后头抬过去啊，是人凌直，啊，翻好以后再出去再一个喜庆，就再凌直，所以这个再下去，所以这个辰光个是个那样子，把过去回过来，把过去回过来，就是有个那个。叫舞一个合一啊，在水面上的浮动一样，就是有这个概念在里面啊。这个其实里面有这个概念很要紧的啊。好，我们再开始来一遍啊。人要动啊，前面后面。整了。好，然后就是人有个向下有点蹬下来，蹬下来啊，蹬下来，蹬下来，这个膝盖啊不是这样的，有往里面，有点往里面扣啊，有点往里面扣啊，蹬下来啊，这样上来了，能蹬下来了。那么手呢，我们这个拳第一击琢磨是左面开始的啊，琢磨左面开始的，就人稍微有点点扎，这个手放在这边下面，这样。可以啊，就这样，这样呢？你看啊，一只手向上，一只手向下，手的形状是这样的。这什么东西呢？像抱了一个球一样的，像抱了一个球一样啊！你看啊，在那边啊，这样过来，过去向去，再来啊，到这里了，我就过来了，像跑了一个球这样。跑了就这样，好，这个就是第一开始伸出去，这个伸出去呢，由腰开始先转，腰转了以后，然后就是手再跟出去，啊，跟出去，到什么时候位置呢？到这个肩比这个肩向上方向向上啊，啊，这样位置，不要再不能再高，不能再这样，这个手很有是有讲究的。第一个伸出去的时候肘子不是这样的，我这个肘不是这样的，是这个肘子啊不是往面的，是说在下面的啊，下面的出去，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手呢看上去是缺的，但是它不缺的，不是缺，此缺非缺，你说是直的吧，也不是直的，是实直非直，有不是缺的，有不是直的，在它中间的这个形态啊，这个形态，这是这个问题。这个手呢在腹部差不多这地方，不贴的，不用贴的，就放这里啊。再来一遍啊，好，再来一遍啊。刚才就很简单了，就这样开始。上来以后，前面不需要啊，量下来就这样。好，那么就出去，出去的时候要记住，腰先转，胯先转，
转到什么时候不要超过这个，就不要超过这个高度啊。那么死缺飞缺好，然后呢再收嘴来，收嘴来也是先要转，要嘴回来，这个动作要细，可能再可能啊，那个啊，这样再嘴回来，嘴回来那个动作就跟下来了，跟回来了以后，这一头下面转回来，因为这手要出去，有个手要往前面搁去，要想到这，你是一只手放下来了，人家要冲过来，你怎么办呢？趟一下，就这概念，理解了吧？有这个概念有吧？你想一想啊，我想打人家的，打不上，我要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有人家冲过来怎么办呢？我趟一下，就这个前面，不要高，就前面出去，啊，就这样趟一下，啊，是这样啊，你看再看我这，出去，过来，对吧？然后再出去嘛，要收进来了，出去人要往下面低一点，往下面，往下面，下面以后呢，再往下面沉一下。好，这个手心啊，这个动作很难的，顺势过来，过来以后，这个腰先转，这个翻过来，好，这个就翻过来了，这个手我就翻过来了，翻过来以后呢，就靠这个动作到这里是这样的，方向相反了，全部是一样。啊，方向相反，情况一样啊。原来是哎，我现在是右面，你们也要跟着我右面，这不对了了啊啊！我再来一遍啊，这个过去一、二，翻身，这样嘛，这么翻的，先要那个腰翻过来，翻了以后，好，在这个上面翻了以后，然后再出去。啊，这是这个一击跟刚刚这个一击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方向相反了，你这一次出来是左手，现在我出来是右手，再来，也不趟一击了，前面趟一下，再来，好，这边要翻，这边就出去，好，下面去，这个要翻，这个要出去。好，人要下蹬上来出去，现在是左边两击右边两击，我动作打好了，可以停一下啊。你在这个能干，刚刚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几个动作要练一练肌肉啊。第一个开辰光就是这个脚门的这个两个脚啊平行的，要比较肌肉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动作就好做一点，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肌肉这个手一击是向上，但是不好超过肌肉。第二击是让它这个两个膝盖的两个脚门的当中一点，但是要打得低一点。第三击转的辰光要腰转过来，随后要搿能介出去。辣辣转搿只手的辰光，搿只手原来手心向上的咯，搿只手心现在向我翻过来向上了，葛末搿只向上的手心要翻过来向我了，同时进行。好，那么左面打嘛打右面了，方法一样啊，出来个物事直直飞直，直曲飞曲，手中来按着腿，按着腰，再出去搿能。再翻过来，才能出去。那么注意了，两面各打，应该按照道理来讲，是左面打四击，右面打四击，要八击。这个是左手出来要四趟，右面出来也要四趟，这个是八击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对身体非常有好处，阿拉后头等着一道讲了。以后来我讲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刚刚阿拉当到个人家样子啊，
这个当中有个理解啊，我这个说文体运动装，这个是阿拉刚刚是第一个动作里向的右手结束了，就当第四节也好，第一节也好，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照道理来讲，阿拉应该是搿能出去，现在勿是。接第二节辰光是搿能出去，只手刚刚是朝下，要手心朝上了。朝上了以后勿是摆上地方，比如侬像把剪刀一样，剪刀一个剪刀手。好，随后啊，随后出去以后，阿拉要一搿手要一点点点点点搿能转过来。这个辰光。左手了前，右手了后，开头高头呢，阿拉左手前右手，手全部朝上个，啊，慢点啊，我就再左边啊，好，转转转转到这个位置，转啥位置呢？刚刚阿拉搞个热身这个动作一样的，搿只肩胛搞脚这个脚趾，搞搿条线线，随后这个两个手往前头，出去一记，再出去一记，两记啊，出去一记，再出去一记。随后再转过来，转过来辰光，搿只手朝下头收下去，两边打出来，再起来，迭个辰光人要往后头一个仰翻身，翻身以后搿只手到上头了，再一只起，所以这个动作要记牢了啊，一定要搿能记记牢，转转到搿个程度，两只手往左面起的话，左手的上头，一直要转到搿能位置才可以。那么搿只手呢，手心可以比肩膀高，可以到头差不多，那可能往下头按下去，搿只呢就推出去，同时进行。进行好以后翻过来，要调手了，翻过来，人往后头有个仰。搿只手就一道根据腰翻过来了，辣翻个辰光，搿只手也翻过来。准备好了以后，阿拉开始游泳，游泳一样，就是搿能，两次啊，好。那么我讲了，刚刚讲好呢，达达要两要四次，一面还要四次。所以呢，这只动作第二期，搿只动作阿拉叫后踩身，动作辣后头个后踩身，要两次，啊，左面一次，右面一次。那么正式结束以后要左面四次，右面四次，啊，搿能介搿能介样子。那么这个动作的好处啥地方呢？前头这动作，前坡这个动作，这个手臂部翻的辰光，没人没朝后头仰，就搿能自起来翻的。但是搿只出来翻的辰光是要仰起，你要么后头仰了以后再翻，啊，这个区别。那么不管前头这个后头这动作，这个前坡式也好，后踩式也好，核心问题。起步是最要，一个幅度更加大一点，啊，一个幅度更加大一点，就是起步是要。那么，这个转的辰光非得要转，尽管这个肩膀也转过来，头颈腰颈椎也要转过来，腰椎也要转过来。所以呢，一直练的闲话，经常练这个动作闲话呢，就对腰啊，对腰椎、对腰肌、对颈椎、对这个才有好处啊。往那个膀子老腰子老身啊，都可以。那么一定要记牢的啊，一定要记牢的这个动作，就是个两面四次。那么还有点，这个动作是抹布，演艺剧当中抹布很少的，基本上只有盘根出现啊，抹布只有盘根出现，所以呢就是讲一定要记牢这个问题啊。盘根有好处，对下头肌肉、对五脏六腑，侪有得帮助啊，侪有得帮助。
各位网友，各位全友，现在呢，我们讲盘根的第三手，上安啊上提，下安手。第一，接第二手，这第二手，这个手呢，两个都是向手心全部向上啊。第二手是手心全部向上啊，原来应该是这样的过去，现在呢，手心不要向上。要这样，接第二这样，然后就这样把补过去，到这里再过来，到这里扣进去，再这来出来，到这样子，这就接了接好了。刚才这个动作是过渡的一个动作。做好以后我们就上来的时候可以能够站起来一点，下去的时候可以站起来收在一点。第二次上来，然后手往里面抠，捧起来，手心向上，人下蹬，这样再下来，这样出去，然后再这样，再这样下去，当中有一个动作我反过来做，这个动作呢是这样的。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注意的。这个上来的时候呢，人要下蹬，然后再这样，两个手往后面拖，到这里以后，手心向里面翻出去，然后就像这个圈兜下来，到这里，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以前前面讲的一个桩，叫三元桩，就是个三元桩，再然后下来，两面下来。两面下来呢，这个动作我们有个专门的名称，叫三盘落地掌啊，三盘落地掌啊，这样事情好了以后再上来，再过去，这样啊，这是上提下按手啊。好，现在呢讲啊，第四手外运手，刚才是三盘落地以后，接下去第四手呢就这样接，翻过来，这个手呢不要太高也不能太低啊，不能太低，下面的一个手是这样勾着，跟云手，这是外运手，第二个重心啊，记住了，重心现在我在右脚，现在就重心在左脚，这个动作我们就是叫外运手，好吧，这个。那么这个两个动作呢，有一个是由腰来转动的，
这个外因舌，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上下来做的。要讲的问题呢，这里面有几个一个问题要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样转过去这个讲的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元章，很要紧的。你打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停留个半分钟、三十秒钟，这样可以停留三十秒钟，让你有一点感觉，这手指多有点麻的感觉。下面下来以后，这个章，这也是个章，这个章叫三盘落地章，你很感，马上就感觉到这个手啊，这个手啊就是很有点麻，这手指很有点麻。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的气啊，就在两面就气得止了，气得于止啊，就这样的啊，就这个很有好处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叫上这个东西呢？这个上来我们叫提，上提，上提的就像捧一样东西一样啊，捧一样东西一样的。翻过来，这个是安，这个安呢是后按手，这个是个安，后按手，然后到这个地方这也是个安，安呢是提手旁一个安啊，安，这个也是安，也是安，但这个安呢是前二手，这里像一个安，这也是两面也是个安手，内按手就是三个手，内按手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人的身体是很好的啊。这个云手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上面的手有个带劲，下面有个插劲，要这样一起过来啊，这个事情就可能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一切的内容。我现在内容从这个起始开始到这个第四节用手外用手，这个一个连起来再复习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样的。
从开始到第四节就可能样子啊。各位球友，下头讲盘根第五手内包手啊，内包手的动作是搿能介的。好，下头呢，我拿内包手的要领讲一讲。这个内包手呢，就是阿拉首先第一个人要下蹲点，然后呢就左面开始，接牢这个上一手，阿拉搿能回过来，搿只手呢虎口要圆，搿只也是个啊，虎口要圆。葛末跑到啥地方呢？要跑到搿右面个切点特子接机这个一只位置上向。这个这动作有专门的名称叫下塞的。好，到此以后重新就注意到这只脚，那么这时候就同样出来一样的，好跑到此地块位置就出来，你应该起伏啊，你应该起伏，好就跟这个样子啊，应该起伏。那么我正面看一看，这个内包手的动作呢，就讲到此地块，啊，讲到此地块。下头呢，我你讲这个盘根的第六手、下离手。下离手呢，这个动作就是讲是以离为主的，啊，先做一下示范。刚刚接到内包手以后呢，搿只手就出去。这个下离手呢，也称四国下离手。这个四国呢，第一个指右上角，从右上角离下来，最后就扭腰转胯到左下角，左下角再转过来，离过来到左上角，左上角离下来以后，平步到右下角。是搿顿开始，搿只开始到搿只角，再从搿只角转到搿只角出去，到搿只角是搿能四只角啊，搿能四只角，我再示范一遍。那么四只角欣赏了以后呢，你把它看个动作啊，那么讲了，先应该上头两只手先在上头应该按，随后人应该向上，到了这个直缺飞缺位置，这只手高脚面头高左高右脚膝盖右膝盖差不多位置后头开始就我就往下头离，往下头离往离的辰光是向下头离。向下头离的辰光，人要蹲下去，人要下蹲，离到这个位置，再继续离。随后呢，人就转过来，转到搿只右手到搿搭位置的辰光，阿拉就开始平个出去。到后头回过头来，
从后面出去，两个我刚刚两个先一个暗的动作，再上头伸起扭起来，就到搿搭位置再平铺，再搿能出去。迭个整个的一个动作，就正好叫四国强力手，而且要记牢。迭个下来辰光有个理劲，身体快，还是有理劲。到搿搭平铺搿劲头往搿边去，再离下来，整个来讲，迭个有暗劲。这个有个理性啊，是整个来讲就是搿能介一部戏。那么为了方便，我才搿面左边。好，我都呢讲第七首，第七首呢叫捧鸡手，啊叫捧鸡分大手啊。现在让我先演示一遍。刚刚呢，阿拉讲到这个是四国夜里到此地快下个夜里，继续我们本身要离过去了，现在呢也不离过去。那到后头以后呢，就分了搿搭两面一个离，搿搭离下来以后，搿搭再离下来啊，这个就是离节。好，我们开始啊。再看看这边动作，我明天我就这个动作再仔细的再讲一遍，讲比较灵啊。这个空气分大师呢，由三个动作组成功。第一个动作呢是击手，第二个动作呢是分大，第三个动作呢是捧手啊。阿拉呢看一看啊，这个是刚刚讲过是礼节。到此一拐子有人拧拧正了，拧着以后，拧着以后，两只手起来，往前头，左手在前头，右手在后头，然后弯到往前头。好，随后搿能以后呢，就拿伊挺出去，神州啊，周子要向下，挺出去之后，留下来向内翻，变成个十字再挺出去，迭个辰光右手在前头了。这个呢就是阿拉讲的技术啊，再看一遍啊，可能你看这个就是技术，技术的要点要领，此地方有个翻案，具体看看啊，跟那等下我起来看看啊，搿按照里向翻，看清伐？到里向翻啊，好，翻好以后，翻好以后呢，阿拉开始分打。什么叫分大了？这两个手分开来，朝后分到哪个位置呢？分到其腰，随后通过的腰，两只肘子啊，来腰旁边。这个辰光呢，这个手变成这样子的，手握虎口左右，手心朝外，手根像平，像捧了一样么子一样，可能往后头捧，往后头捧啊。碰的辰光，你要往下头蹬，随后上来，继续连到前头一只动作。这个人，
注意了，搿只出来辰光要有个风大劲，有开有太劲，随后处理快再再出去啊，再风大再来啊，这个整套动作就叫做这个碰击碰风大劲啊，老风大劲啊，这个就是阿拉讲个第七手。那么到搿搭位置了，从第一手前腹手开始啊，到搿搭击碰一道来，八腹手的八组动作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呢，就是讲需要啥物事呢？需要重新总结一下。所以呢，后头还有一只动作叫三盘手。三盘手是啥概念呢？看一看，啊，碰出去以后，拿来碰出球啊，我这个就要解释一下，所谓就是三盘手，说三盘手啥呢？就盘臂，这个臂部啊，我跟那个盘，盘臂。另外问题呢，那盘臂过程当中，这个腰也得动，腰也得动。所以呢，为什么叫盘腰？一个是盘臂，一个盘腰，主要就是讲下头有盘腿，盘腿的动作是搿能，这叫膝搿能，随后再。兜一个圈，到此地一块位置，这个腿走了个圈，那么这个呢叫盘腿，因此呢叫三盘手。那么演绎到阿拉这个演绎盘根当中呢，这个三样要紧了，盘手、盘腰、盘腿，对吧？要紧了。那么后头呢，我就专门拿这个三样呢再讲一遍啊，再示范一遍啊。刚刚阿拉是。碰手的思维之后呢，搿只手上来，搿只手下去。这个辰光手臂侪是圆的，等于抱了只球。抱只球以后呢，这个辰光抱转后手臂过去，要一个翻转身，一个手要翻转。翻转以后再往外头挺出去，随后再来一个翻转。你记得伐？这个先刚刚打的辰光是第一记，转过去是第二记，再转过来辰光是第三记。第三记现在球就到了左面啊，到了右面。开动作左边开始，所以呢，后头左边直接踩步，好一个圈子，兜拢来，这个呢，一、两、三，就第二节啊，倒过来，随后就是阿拉。好，结束了。这个就是刚刚这边是。